这是活的哦，这真的很毒哦，这真的很毒。它大概三十分钟，我如果被咬到的话，三十分钟就会死掉。在它的靴子前面晃，它会往前咬。哦，真的哦。手会在它眼睛前面晃。哦，不要怕，这个比眼镜王蛇还要毒哎。眼镜王蛇，眼镜王蛇咬到是四十分钟会死，这个他说三十分钟就。对对。手汗擦一擦，勇敢的男子汉，手伸出去吧。来，来，男子汉。那这种蝎子在沙漠是很常见的吗？很常见的。啊？没有很多。沙拉里面很多。很多。它比我们这样子，它会自己主动来攻击我们吗？除非你去碰它，除非去碰它，是不是？这是活的哦，这真的很毒哦，这真的很毒。它大概三十分钟，我如果被咬到的话，三十分钟就会死掉。在它的靴子前面晃，它会往前咬。哦，真的哦。手会在它眼睛前面晃。哦，这个啊，那我们如果被它，我如果刚刚这样手晃晃晃被它刺到的话，它三十分钟就会挂掉。而且它比他们这边是没有药，对不对？比较没有药。它比刚刚说要跑到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才会有地方，才会那个。哎，我可以放下了吗？一放就了。我可以放下了吗？马上就下。一放就了。你拍啊！脚啊！啊！你为什么就在我的脚下？说。他这里不满已久啊。我就惊，你看我鸡皮疙瘩就不穿起来了。鸡皮疙瘩。哦，这汗毛直竖，应该就跟不了。虽然毒蝎本身不具主动攻击性。不过面对毒蝎那尾部的毒钩毒翼，我还是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从脚底窜上头顶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一小滴的毒翼在短短的三十分钟就能瘫痪一个人，甚至取人性命。就是沙漠的很毒，非常毒，很毒，对不对？毒啊！你看他不是小强，你看他的脖子，他的脖子跟他的头，他的头对大的很夸张，他准备攻击了，这一定很不要靠近他，不要靠近他。哎，这种蛇啊，它就白天看不见了，只有晚上才看得见。真的、哦？白天看不见，白天比较下子看不见。它比这个是在撒哈拉沙漠才有的蛇，对，撒哈拉沙漠才有的蛇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这种蛇？它叫勒法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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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不是头上有两根很像脚的东西？对，头上有两根脚。台湾没有这种东西耶。那它是在沙漠都在什么地方？都在沙里面。在沙里面。沙里面。对。它这样子可以活多久啊？这是多大的？多久？多老？它可以活差不多十五年。十五年。这种对，然后它是越老，它个子越小。哈？越老越小、啊。越老越小。一般的蛇是越来越大，它是越来越小。据响导的说法，被这蛇咬伤大概就没救了，它的剧毒可见一斑。它平时隐身在沙漠的沙堆之中，等待猎物的出现，一击毙命而食之。因为身上具有与沙漠同样的伪装蛇，一般人很难察觉它的存在。